五月桃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包？有没有看到包起来？五月桃，然后这个就是红肉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结实累累了。然后这个鸭菜。鹅，对，就是鹅菜，鹅菜也是 A 菜的一种。对，鹅菜这个的味道也是很特别的，有的人不喜，我们也是啊，好吃啊，我们都用水，对对，我们都是这样。蛮好吃的，因为它豆出来太多了。我是老臭肉。我在阿广旁边就不会被盯了，轮不到你啊，对，轮不到我啊，就小心喽，对，轮不到我。我们这边不能断那个，对，盖房子。对啊，那既然就是空着也空着，他们也很少回来，就是种田或干嘛，就开放露营地。那我们这边露营地其实应该有。三个了。那边在最下面的那个就是活动中心，我不是有跟你们介绍说活动中心，然后你们说彩色的那个就是学校，对对对，就是学校。操场吗？对，我们的操场不要跟你们介绍，好厉害哟。有啊，你看你们今天走多少了？可是一万两千步。没有，可是来不及消耗你们的卡，你们刚刚吃那个就要走多久才会？啊，那高热量的鞋啊。对啊，那糯米。嗯，这边是露营区。哦，我。